爱班。谢谢大家好啊！啊，六校田希文，郭国伟。我是六年新班王张琪。我以前小的时候，我就告诉别人，我的名字很特别，因为我非常男性化的名字，我叫朱继正。然后人家每次问我说，你的第一志愿，你最想要做什么？我总是说，我长大以后我要做第一夫人。可是呢，我现在不是第一夫人。可是呢，我今天带着我的唯一的老公来这边参加我的同学会啊！谢谢大家，好福气。我参加同学会，谢谢大家。这一届大概就我一个姓钮，全力的小学大概也只有我们家姓钮。啊，钮泽刚，我从加拿大回来。胜出，恭喜爱班，请来接受这个。谢谢。你远道而来，我们绝对不能抢你的风采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再一次恭喜爱班明年举办我们的小学同学会。Thank you.
Thank you.